眼影成日用嚟用去都有嗰几只色，有阵时想买啲新配色嘅眼影啦，但又好惊失手唔敢买。今日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新出嘅眼影同埋万用眼影公式，教大家发觉靓眼妆啦。Dior最新嘅珍藏版眼影真系超靓啊，两盒眼影上面都有羽毛图腾，超有质感。一盒系以蓝色调嘅羽毛绿色为主。 而另一盒就系以温暖嘅紫红色为主，好适合化一啲色彩缤纷嘅眼妆啊！相信大家对 NARS 嘅王牌高潮胭脂唔陌生，今年佢哋就用Orgasm为灵感，推出蜜桃粉色调嘅眼影组合，由闪烁金色、香槟淡粉红、雾面淡橙色同埋闪烁啡色，搽出嚟感觉超温柔啊！ Hourglass 嘅眼影标榜纯素，皮肤容易敏感嘅女仔都啱用噶。佢哋最近仲推出可以自由组合嘅眼影，眼影盘有单格、三格同埋五格俾你拣，而成个系列有成40种颜色，包括雅致啦、丝缎、金属同珠光四种妆效，啱晒中意新鲜感嘅我啊！ Laura Mercier 新出嘅眼影笔，无论系包装定颜色都超有气质啊！同样系粉金玫瑰色调，好啱亚洲女仔嘅肤色，上眼超显白啊！而且笔状设计好方便，质地易滑易退，好容易就可以化一个 girlfriendable 嘅眼妆啊！入手咗新眼影，你当然系要识得化啦。要化一个完美嘅眼妆，你就要识得分眼影盒里面三个重点颜色，分别系打底色、深色同埋提亮色。 先用浅色打底，之后用深色扫开眼皮二分一嘅位置，然后向上扫开，令眼睛增加深邃感，然后再喺眼皮中间扫上珠光眼影，上眼睇起嚟就更加立体啦。一个三色眼妆就完成噶啦。如果要影相想对眼大啲，我会画埋下眼影。其实只要喺下眼尾加个阴影，就可以有开眼眉嘅效果啦。最尾一定唔少得画卧蚕。 只要眯起眼眉笑，就可以揾到上色位置，喺眼套位扫上珠光色，双眼就好似即刻放大两倍咁啊！学识呢个眼影公式，以后就唔使惊买新眼影啦～